朋友们好，今天是挖金子的第18天。那前几天呢，我的收获一直不怎么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换了一个全新的地方，准备从这边来，再来重新开始探索一下。那看今天我们能挖多少金子。看我找到一个带金子的黑石头，哎呀，掉了。之前找的都是带金子的白石头，这个是黑石头，有意思。听起来不像金子，但你也不知道，这东西没有100%肯定的。金子，哈，听起来不像金子，结果是金子，可以。哎，这地方还蛮多的，不到20分钟，已经挖到2片了。这个信号相当不错，哇！金子，哇，挺大的。